各位朋友，看完玩转心中懒人包节目，是不是心喐喐都想即刻出发呢？跟住我们的步伐，带你享受节目同款国际品牌酒店，一起看看茂名阳光纯玩三天团到底有什么玩。第一日分别在福田口岸和深圳湾指定口岸集合，跟住我们的导游集齐人数之后，一起上大巴车出发啦。沿途一直听住导游介绍行程，途经深中通道，好快就来到我们第一站。第一日的中午带大家品尝地道的阳江特色菜，这里的重头戏呢就是鱼露浸鸡和海鲜招牌菜，手工豆豉砂锅焗杂波大花蟹。吃完午饭就迫不及待带大家提前入住今日同大家介绍的这一间位于阳江市中心里面的阳江中心福朋喜来登酒店。这里三面环湖，欧式的外观沿湖而建，远远望过去就好像水上城堡感，既古典又壮观，尽显简约现代欧绿色建筑风格。沿着玻璃栈道旁边还可以尽情欣赏一线的湖景，记得过来打卡这条网红长廊，好像置身于外国一样的视觉冲击，是不是有种行红地毯的感觉呢？酒店里面还有棋牌室和健身房，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可以尽情享受这里的娱乐设施。带大家看看今晚的入住环境，酒店一共有276间不同类型的客房，24小时的管家贴心式服务，每个房间都有独立露台和干湿分离的卫浴间，42平方的空间出乎意料更宽敞，不如亲自来探翻一晚。稍作休息之后，又是时候出动了，看看我们今晚的用餐环境。我们的导游哥哥提前都会安排好个靓位给大家，因为除了用餐环境要舒服之外，自助餐的攻略就是一定要和美食够接近。陆陆续续，我们的团友仔都来到一楼的西餐厅准备用餐了。一场自助盛宴，各种口味一应俱全，满足你无限的食欲。这里的海鲜自助餐款式多样，虾蟹贝鱼日料刺身各展鲜美。这里还有各种不同搭配的手卷寿司、冷盘前菜，当然点少得特色热菜呢，甜酸苦辣煎炒炆焗，满足不同的口味。还有园中炖汤和东南亚美食、时令佳果、轻食沙律、凉拌菜等。咸甜点心、烧烤，还有这个琳琅满目的甜品区，精致的摆盘，各种不同口感的西饼蛋糕，简直是舌尖上的诱惑和瘦身增磅的极限拉扯。还有位上波士顿龙虾，水吧区这边还有啤酒放题，不需要上班又不用揸车，喜欢饮啤酒的朋友仔可以畅饮零负担。看看我们的团友仔第一时间找到什么好东西吃先。趁大家吃完饭，即场嚟个突击采访先。你大家食过我哋今日喺个 buffet 之后，你觉得点样嚟噶 ？OK 啊 ，OK 啲出品都 OK 系咪？超值哦，超值好，咁就好咯。嗰啲海鲜新唔新鲜啊？你哋都好 nice 啊。OK， 冇问题就得系啊，因为我哋都要问下你哋嗰啲出品点样。公司得啦。超值，加价超值，超值嘅路线要多推介大家过嚟。我哋今晚喺呢个铺尾店，你觉得点样啊 ？OK， 今晚系咪啊？有冇啲咩比较中意嘅咧？冇啦，呢个铺尾，唔食就唔好啦。好，唔食得冇，即系海鲜啊、刺身都新鲜，系咪啊？都可以系咪？哦，呢个系啊。OK， 咁。
Hello， 咁多位哥哥姐姐，你好啊！采访下你哋，采访下你哋咧。我哋今晚喺呢个铺俾你哋，觉得点样啊？好啊，我哋 O K 啊，都可以啊。咁就好。诶，啲海鲜啊，各方面都系。你又话会帮我哋拍片嘅？会啊。系啊。你今晚我 set 晒你个镜头，点解你唔嚟啊？必须嚟，必须嚟，一定要嚟嘅，得你晒系嘛？钱靓嘅发噶。第二日嘅早上，我哋安排咗酒店嘅自助早餐。早上的行程比较轻松，我们可以慢慢吃完早餐之后继续享受酒店的其他娱乐设施，或者出来酒店的外围继续打卡影相都得，无论是美食还是美景都不可以错过。執齊行李，我哋嘅團友仔陸陸續續都上車啦。執齊人數之後，我哋就向茂名出發啦。眨下眼就嚟到今日中午食飯嘅地方啦。安排好我哋嘅團友仔入座之後，睇下今日中午嘅陽光菜有啲咩推介。今次啲餐點樣啊？大家食我未 OK？ 呢餐 OK 啊！即係陽光啲大西餸咧，其實你譬如話呢個茄子咧，係咪又比較酸酸甜甜嘅寒，定比較特別寒？第一次食寒，好特別寒。個碌我咧，個碌我夠唔夠入味啊？都好啊！最中意食邊個餸啊？邊個餸？湯湯。啊！我肚饿啦，唔够啦，咁少，唔够，今日瘦咗少少，唔瘦，瘦咗少少。我讲少咗，咁多位同学姐姐啊，采访下你哋大家咧，我哋本次啲餸点样啊？大家边个餸你比较中意啲嘅？我咧碌我，碌我，碌我系咪？我鸡都好食，系咪个皮都好脆哦？系啊，个碌我又好入味啊！嗰个蒲仔蛋啊，系啊。食完午饭之后，大概一个钟头左右车程，休息一阵就嚟到人称茂名洱海同后花园的露天矿生态公园。在这里可以尽情感受大自然的气息。这里风景宜人，是当地人的露营圣地。适逢今日遇到天气好，由于这里的矿坑比较深，阳光充足的时候更加映衬出蓝绿色渐变的湖面，所以亦都有人说这里是茂名的马尔代夫。这个时候还等什么？肯定是嗱嗱声 send 翻张相给家人或者朋友仔，看看他们估不估到这里是哪里。看看我们的团友仔锁定机位之后，个个都轮住打卡。呢度处处都是蓝天碧水，随手一拍都是美景。好快到了今晚入住的地方，茂名电白华美达酒店。呢间酒店主要是推行一站式的服务理念，让旅客在旅行中感受到家一样的温馨和舒适。呢度的建筑风格可以说是金碧辉煌与现代简约的完美结合。每一处的细节都可以感受到那份诚挚的邀请。自律的朋友仔记得过来健身房打卡啦。带大家看看今晚的入住环境，酒店的客房配置全套智能客房系统，从房间开门那一刻开始自动感应，开启无感入住。房间配置智能开关面板，可以轻松一键切换不同情景模式，带来更好的视觉与氛围感受。房间内配备齐全，细节无微不至，让顾客宾至如归。
晚上呢，我哋係会选择酒店嘅中餐厅用餐嘅，睇下今晚又食啲咩。饭后仲有神秘惊喜，岁月如歌，新神快乐，祝愿我哋嘅团友仔朝朝如月，岁岁平安。食完晚饭后，肯定要运动帮助消化下啦。导游带住我哋嘅团友仔嚟到位于距离酒店十分钟左右嘅电海美食城打卡。呢度汇聚咗电白各种特色小食，当地嘅夜市更多一份人间烟火嘅气息。在这里可以更加尽情放松地享受美食带给你的乐趣，开启扫街模式。听说这里50元不用，你就可以吃到至少超过三种不同特色的美食，实验一次过满足你三个愿望。而且这里除了价廉物美之外，还有双重惊喜，因为大部分的店铺都是习惯两份起卖，平时一杯柠檬茶的价钱，来到这里可以拥有两杯，是不是好意外好惊喜呢？有兴趣喜欢美食打卡，喜欢三五知己喝下啤酒吃下宵夜的朋友仔，这里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三日的早餐，我们依然是安排酒店的自助早餐。每一次的早起都值得有一份精致的早餐，粥粉面饭、各式热菜、地道点心，总有一款啱你口味。伴着晨曦品味美食，感受生活的细腻和美好，让每一天都熠熠生辉。离开酒店之后，看看中午又去哪，真的很难想象现在的服务区可以这么高档。你以为这里是大型商场、购物超市，其实这里是阳光服务区，不用落高速你都可以吃到同城的海鲜和特色菜，还可以感受瑜伽的文化。喜欢买手信的朋友仔，最后一站就可以在这里疯狂 shopping 了。来到第三日的午餐，看看还有什么当地美食我们是未吃过的先。又到采访环节，可以问下你，想问一问你，我哋啲新天行程之中咧，好唔方便啲食住啊、安排啊，同埋我哋工作人员，我哋睇咗海鲜，觉得点样咧？平均嚟讲啊，系平均嚟讲咧，官我做，我哋佢你哋就系 very good， 你哋嘅服务做个专业，印象比较深刻少少嘅咧。你答先啦，我答咗好多啦，几日前嘅嘢我就好难讲。哎呀，总之 OK， 总之 OK 系嘛 ？OK， 我平时都 OK， 从平时都得，我平时都得噶。系，食啊住啊各方面都好嘅，我啊，我哋同你系，咁如果等你印象比较深刻嘅咧，譬如话诶边啲餐啊或者房啊或者酒店咧，你印象比较深刻嘅人。
我哋住咗兩晚酒店係咪？第一晚落山咧就比較舊少少啦。係。但第二晚落山咧就真係好新咯。好犀利啊！即係直頭入到去，你一叫咩啊？咩智能嘅小手機係啦。好特別咯。OK。智能化嘅。智能化，咁啊全部都智能化。系，姚姐覺得我哋呢個行程之中嘅安排咧，包括我哋啲餐廳啊、酒店啊，同埋我哋啲導遊仔啊、師傅嘅服務各方面點樣咧？最咧係最乖係呢兩隻手指公啊！係，獨四隻手指公啊！你真係好。想採訪下你咧，我哋啲新啲行程之中嘅食啊、住啊，你總體嚟講，你覺得點樣咧？一啊，親覺得 OK 啊！即係我成日都講。用嗰個價錢嚟比啊嘛，係你如果呢個全3000蚊、8000蚊，梗係唔值。喺呢個價錢咁嘅價錢 ，O K， 嗯，咁樣超值，係住超值，真㗎，真嘅。行程之中咧，譬如話呢個住啊、食啊各方面嘅，譬如話住嘅2蚊酒店，你覺得點樣咧？住嘅酒店幾好啊？幾好啊！尤其是第一間啊，第一間咧住5粒星星嘅，所以咧佢嘅體驗咧同埋個 buffet 咧都可能會比較好一啲啲啊。嗯，食嘅方面咧有冇邊間餐廳你印象比較深刻一啲嘅咧？呢間中意咩㗎？今日中意咩㗎？哦，服務站呢間。係啊係啊。你中意食邊個餸啊？攞。哦，個雞肉係啊，個螺好味。哦，好鮮甜係咪？係啊，係啊，雞肉雞肉滑。仲嗰啲鹽誒，嗰種螺嘅咯。咁下次有朋友想了解誒陽光茂名嘅話，會唔會推介呢個行程啊？你哋都會係嘛？其實嗰啲都會可以推介下係嘛？哦，好。喺新啲行程之中咧，我哋啲工作人員啊、師傅揸車啦，好似係用我哋嘅服務啦，非常好，好體驗。多謝你哋，多謝曬你哋，我哋會繼續努力嘅，多謝你哋支持先。行程嘅尾声，由我哋导游高歌一曲《友谊之歌》，欢送我哋嘅团友仔翻到指定口岸解散。大红加旗，耶！